喜欢我的歌吗？直到有一天以为你将会离我而远去，不寂寞不才知我已爱你。2010年是张清芳婚后首度复出开唱，北中南共举办五场演唱会，获得满堂彩。相隔5年，今年也是他入行30周年，传出锁定台北小巨蛋耶诞档期复出舞台。那一个金马的嘴台湾歌坛东方不败之称的张清芳，家住人父为人母，身份不同，只有歌声依然没变。因为过了今天晚上之后，我就要回去做做妈妈，做宋太太的。我会好好的，我会好好的做妈妈，做太太，这样我才有机会再回。喜欢我的歌吗？这里的歌有没有你的心情？心上这次花了许多许多期待，在某一点与某人相同。喜欢我的歌吗？你喜欢我的歌吗？我想你一定看不出来，是我也有点难过。巡回最终场，张清芳激动落泪，当时就对歌迷许下再回到舞台的承诺。而今年12月，在张惠妹、蔡依林和江蕙等天后陆续攻蛋之后，歌坛东方不败将在年底压轴登场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